拍这部电影其实最想传达的就是不放弃的精神，但是在那个同时也会想让观众知道，我们常常把建明看成他是一个台湾之光，他是一个有点遥不可及的人物，但是其实他就是王建明，他跟我们走的路会是一样的。导演第一次遇到王建明的时候，就我们所谓棒球巨人，他给你初步的印象是怎么样？就是非常安静的。对，那我们那一天遇到他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那个经典赛，他经典赛比赛回来，然后其实他的表现非常好。对，那其实我那时候当下去的感觉，我就觉得说，他表现好，给他鼓励一下，这样投得很好。结果他就是回了，哦，谢谢。然后就觉得，接下来要怎么接这样子？对，那是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也很紧张，我们是几个朋友这样子。那我想他可能也有一点紧张。就几个朋友是说，包括跟他很熟的嘛，包括跟他很熟，但是也有不熟的这样子。对，那我们是从纽约开车去一个宾州一个小镇去看他，跟他吃饭这样子。他刚比赛完，那所以约着一起吃饭了。对对对，比赛结束去吃饭这样子。对，那他可能也被一群人有点吓到这样子。对，那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点完菜就静静坐在那边，然后大家就把准备好的球拿出来说签名签这样子，然后静静的签这样子。对，对啊，所以那是第一个印象啊，就非常的安静，就很沉，很沉稳这样那种感觉。我们好奇是说，对我们大部分的印象都是安静嘛，就是温和的巨人，很温和，然后不太讲话，很低调，大概都类似。对，可是影片他讲了很多内心的话。对，对，片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在移动，就是他开车，他坐巴士这部分。其实他在开车的时候，他非常安静，也非常安静，所以我其实有抓到这个感觉。那我也说，你安静，我也跟着安静好了。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常静心的就在车上，那一个小时。但是偶尔会，当然还是会讲几句话。但是我知道那个是他喜欢的那个 pace 那个节奏。对，所以对一个拍纪录片的人就很麻烦啦。对对对，没有东西可以取材。对，但是其实你跟他坐下来聊天聊开以后，让他忘记摄影机存在的时候，他是可以讲的。对，所以他还是一开始还会注意到摄影机，就是对，一开始还是会有注意到摄影机，跟一般一样啦，就我们其实任何人一开始也会很正常嘛，对，正常。对啊，所以到后来其实我们一开始拍的一些访谈都没有用，太知识化我都没有用。那我是到后来我真的慢慢觉得抓到那个节奏，跟他越来越熟，我就是架一个摄影机在旁边，然后就是聊，有时候我们聊一两个小时，然后都不停，然后就偶尔换个电池啊什么，但是就是真的会聊到他会忘记那个摄影机的存在，甚至是不是有些段落是只剩声音，就是因为对摄影机没电，有时候会忘记，对，没电了，然后那个声音还会再跑，声音还是收嘛，对对对，常常是这样子。The day he got released by the AAA Braves, I hear he's very calm, and but yet you know that day I could sense in the voice in his phone call that he could have tears in his eyes, and he's never been released in mid-season.We talked to Chen Ming about what he wants to do, and totally respect him. I know what he's had a storied career, and then told him that hey, you're after all you've been through, if you want to hang it up, you had such a unbelievable career already, and it's such a good example to little kids like my son, and it's we love you, and you can. Sorry. 然后，影片里面其实让我们其实好吧，特别感动的地方是说，访问了很多人，当然他周边很多人，然后受访者其实有时候到谈到他的时候，其实都眼眶都含了泪水。到底王建明有哪一些点让人家觉得心疼不舍？他就是有这种力量，就是会让身边的人好想要帮助他。对，那我想。他身边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后来的这样的加入，其实你了解到他走过什么样的旅程，对，曾经那个大起，然后又大落，然后他那个伤，
对，然后慢慢又走出来，然后又站回到本来大家都觉得他完蛋了，没有办法再投了，但是他又慢慢从小联盟开始，那你会不由自主的去打从心里想要给他多一点鼓励，那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他这个旅程的一部分这样子，所以会很希望能够看到他再成功一次这样子。嗯，其实这部虽然是你的第一部电影哈，第一部拍的纪录片哦，可是有一段我觉得剪接的非常好，或是尤其摆在片头哦，就是在公园里面，他跟一群小朋友对话嘛，小朋友跑过来问他说，听说你以前很出名，然后王建民就很淡定的说，哦，现在不出名了哦，那种淡然，或是说对，好像对出不出名，好像其实都不太在乎。我们看到这一段有这样的感受，对。但是他的真实人生真的是这么淡定吗？对，我记得我在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跟他的经纪人讨论说我要拍这个纪录片。那这个经纪人 Alan 他就跑去跟建明讨论，就回来告诉我说，其实建明跟他说了几句话这样子。我说他说什么？他就说。Alan 就跟他说，我们觉得拍的这个纪录片对你不错啊，将来会有很多人会记得你的这一段啊什么。那将来你离开了球场以后，有一个很完整的记录啊，就是让观众会记得你。就建民回答是，他希望他离开球场以后，大家就把他忘记掉，对，大家就把他淡忘掉就好了。对，那我那时候当下就是有震惊到这样子。对，那你后来跟他比较熟一点，有在追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吗？我其实久了就知道他，其实他对这个名利这东西，像他很多公众人物、明星、球员，他们都有自己的 social media account， 就是会 po 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他到现在都没有，对，他对这个是完全不是很在乎他能够跟大家讲什么或什么，他就是静静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已。这样子，可是一般来讲，在任何行业，其实你要做到杰出是很辛苦嘛。就是，当尤其运动员，哇，那个只有第一名可以出来，然后就一万个里面可三五个可以出头，所以你是非常必须努力的哈。既然这么努力，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具体想获得的代价嘛，哦，相对的代价嘛。所以名跟利是一个最简单的代价。所以今天假如一个。这么辛苦的、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运动员，他对名对利不在乎、啊，对一般人来讲很奇怪。那你干嘛那么辛苦训练到那么痛、那么累，还愿意训练啊？那你干嘛那么辛苦？对，但是其实我们片子里面有一个他以前在国民队的一个防护员叫 John， 他是台湾人，他其实有讲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建民就像一只鱼，你把他在投手球上，就像一个鱼，你把他丢到水里面，他就是自己会。就很自在的，对。那我觉得他就是只要能够继续在投手球上，在球场里面，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就已经很开心了。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他说的非常好，我看到了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可以给他带来很高的成就，这个成就本身就是他所要的所有代价。继续。至于名跟利，对，都不重要的。能够在球场在那个氛围。在他专业上可以做到，他觉得一个满意，一个可以呈现的舞台，对就可以。对，对他只是想把那个时间跟那个成就感延长，这样子。最我好奇你的动机就是，好吧，华人在美国杰出的运动员也很多哈，当然连棒球也有很多哈，那你为什么会特别？费尽那么多心力啊，当然讲要获得他信任啊，距离那么遥远，他有哪些打动你的地方？我觉得他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对，这个是我也是到后来才慢慢了解，就是因为他在洋基那时候投出2季19胜的时候，我们人不在台湾，其实我知道他在台湾那时候媒体很多报道，然后大家都会爬起来看他比赛这样子。那我们在美国其实是比较没有感觉的，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在那时候在台湾造成这么大的风潮这样子。但是后来是有很多球迷会跑来跟我讲，就是谢谢你保住了这个我们共同的记忆，我才知道说原来他那段时间是好多那个年龄那个时候的人的一起
他们会一起爬起来看，或者有时候是跟家人爸妈会一起相约的，所以我们早上七点起来看球，或者是凌晨一点，我们不要睡，我们就看球赛，看健美投球。那对我们在美国的台湾人也是一个共同记忆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也会相约的说，我们今天去养殖球场。对，那很多人会带旗帜，或者是会带一些标语这样子。对，所以它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了。他的伤我一直是听来的，因为 我也没有很了解说那是哦，对，很严重，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当他衣服脱掉，你看到那个伤疤，你就知道说哇，真的很严重。我一直在复健嘛，我见过很多肩膀开刀的。当他衣服脱掉那一刹那，我是有点感动到了，想哭了。可是又是跟他开始开玩笑，我想说，因为他这种身体的痕迹啊，跟疤痕那种，你不感觉他会像是一个投手啊，就是手已经这样子，你怎么还有办法去丢球？那你应该是要承受很多的力量跟很多的动力，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像他的确在他这样运动生涯上大起大落哈，是很少见啊，尤其怎么处理自己的创伤哈，我记得。李安导演，他当然也是我们所谓台湾之光之一哈。其实他不久前来到台湾，在一个座谈会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当然我想他是形容他自己，但是他是用运动员来比喻。他说，当一个运动员稍微会一点的时候，都已经是满身伤痕。那创伤当然来自于有时候精神上的沮丧啊、挫折啊。当然以王建民来讲，更是明显哈，说当他受了伤，在一个这么竞争这么激烈的啊的一个场域，然后受伤通常就大概就运动生涯就结束了，所以他来如何处理他的创伤，就是说以你那记录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好高度现实挑战的什么大联盟、小联盟、牛棚这样的过程中，你当时考虑是如何呈现？其实当时就是想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对，我们在片子里面也会看到他有很多跟痛相处的表情，你从他的一个脸部的一个波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当下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在身体上。所以其实运动员就是长期，尤其是受过伤，这就是其实就是学着如何跟痛去相处，对，然后怎么去战胜那个痛。可是你在拍的当下也不知道。他会有这样，后面又起来嘛？对，就是说，其实不知道吧，对不对？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对，他真的能够克服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伤害，然后，大概也很少有这样例子嘛，这样的创伤，然后又能够回到大联盟去，你也不知道。我知道，我当然我有自己做研究，就是，有谁回来过，有谁没回来这样子。那当时我也知道那个几率是低的，非常低的。对，就像他片子里面有讲5%的机会这样子。对啊，那我自己去看之前的历史，像有些以前的一些投手，对他们回来的机会，真的，即使有回来，他的那个要回到以前那样巅峰的状态，几乎是没有。所以你也觉得，不管有回去没回去，他的这样的精神都是值得记录的。对，因为他就是想再站上去一天啊，在片子里有讲到，对啊，他就是。设下那个小小的那个目标，就是只要再站上大联盟的投手球一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尤其是对运动员，他们其实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身体，就是英文讲就是 something left in the tank， 就是你的 tank 里面还有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会用更加倍的努力去证明说我还剩下那一点点。对，那其实他那时候受伤，离开洋基的时候，那个很多球界的人都有说到这个。受了这样伤不会再回来了。对对对，那他就是冲着这句话，他就是我要在大联盟再站上去这样。所以只是挑战自己吗？对，自我证明就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就是挑战自己。从影片里面，我也相信说，你长期这样跟着拍，然后看到他那么辛苦，只为了再回去站在那一边，我相信给你自己应该也很大的，好，因为你。在当场嘛，对不对？看到还在发生，跟我们事后经过一段时间剪出这样短短的，这样看所谓励志片，应该不太一样。对，所以你在拍摄当时，你给你内心的感动，或给你内心而后人生的改变，有哪一些很大的提醒或顿悟吧？
他其实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觉得我们拍到在中间的时候，他在准备要回来的那个过程，他有跟我讲过说，他觉得人是没有极限的。他有时候觉得他不管是他心理跟身体的那个素质，你可以去训练到自己，训练超越你自己设的那个限度。对，所以他说就是人真的不要设那个极限在哪里。对，因为你的意志力跟你的身体其实会做出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就那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对，所以很有趣，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好像再拼一下，再冲一下，可以，你可以超越人家对你所设的那个。自己做建筑设计，然后因为只是对王建民个人有兴趣，就开始这样来拍。然后可是叫作品呈现出来的是，其实是相当专业。所以你如何来看待就是这两个，在我们来看影像是你 新投入的，然后你长期的专业是建筑设计。这两部的专业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呈现出来，对带你哪些影响？就是说应该会有些失落，失落是说也许我们专业花更多时间会做得更好，赚到更多钱，或者是说我生涯中有多一条路线，也许会更丰富，更多不同启发，这两者的比重到底如何？我觉得其实我必须要讲的是，拍纪录片不会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团队 在一起做这样子，包括我们的剪接师，然后我们剧本，然后拍摄摄影，对，所以他我不是这 不会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团队。那其实做建筑也一模一样，你建筑师不可能只是在那边画画就盖出房子来，对啊，你是有很多 consultant， 有很多不同的人会进进出出在你的这个案子里面，所以其实你要做到就是其实只是把方向设立清楚，然后沟通跟执行面去怎么跟大家一起做到，因为你是 lead 一个 team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其实它的操作的模式跟你要领导或者是思考沟通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对，但是影片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是导演本身的观点，就是很主观的观点。我想纪录片跟一般报道影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报道影片就是我每个东西都点到，就是很完整，然后不管用导叙正叙就是把一个交代完，但是纪录片很重要的是它这么多素材里面挑出某些片段，它不一定要完整，不一定说我到了要求，所以必须每个时间点不一定，但因为所以就是很主观的个人意识在里面嘛。对，所以那个就是要导演自己本身的主观啊。 对，因为我本身我一直想要秀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他是王建民，他虽然大家叫他台湾之光，可能他感觉对啊，大家对他感觉非常遥不可及，非常遥远。但其实他对我来说就是王建民，他就是一个人，一个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去达成那个。所以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到剪接、选择片，什么样我们选择素材的部分，其实我会刻意去找那个生活化跟一般平常人样子的建民这样子。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个片很 intimate， 就是它有一个 intimate 的感觉，会让你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设定，就是我们要做到这样子，就是记录一个平凡的正常的一个人，而不是大家想象中有光环的，是有很多成就的一个人。对，你刚刚提到说不管是好摄影是团队，你在建筑设计也是团队，所以你觉得对一个 leader 来讲，其实两边都一样，都是，但是其实一样的意思就是都要跟他交心嘛。对，其实很多人在一起再久没有办法交心，我们知道吧，很多朋友家人长期在一起也没办法交心啊。对，那所以尤其更是一个陌生人，住在那么遥远的陌生人，又是一个明星光环之下陌生人，你说要跟他交心，我觉得
还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你到底有哪些特质，或者说你有哪些方式能够去打动一个人，或者说你能够跟一个人那么快交心，所以你到底有 哪些诀窍啊？跟他尤其是要拍这样的纪录片，你是进入到他的生活，这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既定印象，就是你进去到他的生活去拍他，但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要让他进到你的生活。哦，这样子。对，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的成长背景是什么，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你要先主动的让他进入到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去，他才会很放心的也 share 他的走来的这个来时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有共同点吗？你跟他的过去在成长过程中有共同点？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然有些就比较私底下的事情，但是我们其实年龄很近嘛，那其实很多可以聊啊。对对对，那我们其实或者是不是你们两个都是从台湾到国外，一个人在异乡打拼？对，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对，就好，就这样就有很多可以聊了。对，因为你也是很年轻，学生是在出去嘛，对对对，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生活嘛，对对，他也是从台湾出发，然后在那边去打拼，对啊，对，所以你跟他有这样子的共同点，不止这个，有好多共同点的时候，你们其实就有很多可以来来回回讨论的东西了。对，那我觉得他就进到你的世界里，你也进去到他的世界里，这样子。对，嗯，其实纪录片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当他透过导演的视角，让一般观众，看见一个他本来没有想过的世界。那包括人物，也许这个人物很熟悉，可是因为导演的视角，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物背面的或不同视角，让我们更可以开阔，然后更可以同理不同的人嘛，理解不同人。我们常觉得，其实这世界最重要的是人欠缺理解嘛，因为不理解对方，或者不理解跟我们不同世界的人，造成很多的纷争嘛。所以我想看纪录片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好处。我们下周要继续播后面的部分，你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后面你如何去描述王建民又复出的这样的过程？后面就是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认识到一个叫做德州棒球农场这个地方，那也是他的经纪人强力去 push， 所以其实到了那个阶段，我们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转机要出现这样子。对，那我们也是就是跟着他。那其实这个德州棒球农场是在佛罗里达，就是佛州棒球农场，就在他家附近。对，他家附近。对，那他就是其实也没有很近，开一个小时半的车，每天这样开。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也是跟着他，然后看看这个农场到底是在做什么。Okay， 好，我们期待下周继续看后半段，谢谢。